大事件啊，朋友们，字节跳动的火山引擎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，名字叫做 Pixel Dance。它可以生成人物的连续动作，以往的 AI 视频只能生成转头、微笑、行走这一类的单一动作，而现在却可以摘下墨镜，然后从画面右侧走向左边的远处，雕像下方精美的艺术画。女性走路时，臀部、腿部和手臂摆动非常协调，这才叫连贯而且复杂的镜头呈现。为什么 AI 影片迄今为止也没有办法用在现实的影视作品当中？就是因为导演们不需要只有运动幅度没有连贯输出的故事，也不需要只有相机运动没有运镜控制的场景，连续表演才会有内涵，才能表达出感情。男人的眼神注意着周围，然后抬起杯子喝了口咖啡，并且咀嚼品尝了一番。相机静态拍摄下，背景很安静。到了这里，大家会觉得，他在闲适的下午到咖啡厅消磨时间。结果从店里出来的女人抱住了他的肩膀。哦，原来是在等女朋友，怪不得感觉他有点无聊。看，人物连续复杂的动作会丰富整个故事。尽管女人的手指有一点点瑕疵，我依然会觉得是在看影片，而不是在看 AI 影片。多个主体间的交互能力表现很好，策马奔腾，发丝被风吹起，衣服被吹得鼓了起来，身上的布料在屋里摇晃。老人家笑着笑着就哭了，这个表情的表演能列入北影教材了吧？说不定还能评上经典镜头呢。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片段，随着这个东西越来越靠近，女孩被吓坏了。镜头切换到女孩张着嘴巴大声求救，虽然这个尖叫的表情有一点点假，因为嘴唇没有抖动，脸上的肉也没有紧张到颤抖的掩饰，但是从怪物左腿右腿再左腿一步一步的走近，摄像机晃动带来了满满的压迫感。最关键是它的多镜头切换组合成一个影片，我还没有成功的生成过。就拿海螺 AI 来讲，我提示词的本意是先俯瞰视角女孩在练功，然后从女孩自己的视角看到了林中的白虎，结果她拉远了俯瞰的视角，多出了一个人，然后看到白虎。机器人正在向入侵者发射巨型激光，然后它就爆炸了。这段十秒的影片一共有三个镜头转换，从机器人举起手枪的特写，到入侵者受到激光伤害爆炸，接着是全景展示了类似外星球的场景，最后附加机器人转头离开的潇洒动作。当然这个影片并不完美，因为机器人离开的时候肩膀上少了一块结构，还产生了一点微影。但这款模型还处在内测的阶段，我们能看到它表现好的地方，也看到了表现不好的地方，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有针对性，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来实现。在我们用户看来，最希望的就是百花齐放，良性竞争。来看看它在变焦和运镜上的表现，女人好像看到了什么，笑得很腼腆，低下了头，镜头在这里拉远平移，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正在注视着这个女人，看他的表情可能是在春心萌动。拉远加平移的叠加拍摄手法，至少在我以前用过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上是实现不了的。这样的运镜控制也不是我们设置相机移动，简单的镜头放大缩小平移就能够做到，即使是最近可灵 AI 更新的运动比说功能，也只能控制画面里对象的行动轨迹，生成的影片画面并不会出现第二个本来没有的人物，但是 Pixel Dance 实现了。
女人皱眉，难过不舍地叹了一口气，戴上墨镜准备离开。男人出现，给了一个离别拥抱，太有感觉了，就像在看某个电影的经典片段回顾。在这个冲浪影片里，水呈现了很好的物理效果，随着男人靠近相机镜头，逐渐慢动作拍摄，而他的脸也被相机自动对焦了。我看到了一排整齐、感官上很真实的牙齿，大部分 AI 视频生成工具现阶段都做不到。我也是经常看了缺陷的奇奇怪怪的牙齿就可以断定，哦，这是 AI 影片。不过看来这一点很快也能解决了。这里又有取下眼镜的动作，看来这是模型的卖点，能正确理解眼镜的佩戴和捉取。然后相机焦点从女人的脸上转移到了远处的几个人，镜头切换、变焦、平摇、缩放、目标跟随，这些多镜头语言能力特别灵活地控制着视角，相信很快也能运用在影视行业和广告营销上了。如果不是 AI 眼泪有点像胶水这个破绽，我还以为这是《甄嬛传》里的梅姐姐和温太医呢。这款模型的训练数据绝对包括了影视作品，至于现实素材会不会拿来做训练数据，大家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人物一致性算是有一点突破了，女人转身回头走到休息室，找到了她的同事。不过在我看来是有点水视频的感觉，用后背、侧脸、后脑勺走出镜头来让我以为是同一个人。好吧，这也算是模型聪明了。不管怎样，每款模型都在角色一致上努力了，我们等着就好。这款唇膏的 3D 展示简直可以让人尖叫了。试想一下，你使用一款 AI 视频生成模型，导入几张产品图片、提示词，再加上帮我生成一支春节背景风格的产品营销影片，然后你就得到了这样一支影片。哇塞，简直要颠覆未来产品营销模式了。当然还包括城市文旅、微电影、短剧等等。不要排斥 AI， 要做第一批使用 AI 降本提效、挑选创意的人。千万别走开，影片的最后我会分享给大家豆包音乐模型生成的一首中文歌，特别好听。当然我也会持续关注 AI 最新模型的更新，未来会介绍更多人工智能的新玩法给到大家。记得点赞、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天桥之上，脚步匆忙掠过街拍，咖啡香气弥漫路口徘徊，耳机传来旋律温柔相拥，停下脚步去看海的微笑。这座城每一天都如此真实，汗水和希望交织成生活。